大家都知道，在美国有个电影梦工厂，叫做好莱坞。其实，在中国也有一个梦工厂，那就是人称“东方好莱坞”的横店。有无数抱着梦想的人们来到这里，有的想成为大明星，有的想成为大导演，还有很多不同志向的人，但总归都想在这个梦工厂闯出一番事业。这些怀着梦想的人们，我们俗称“同漂”。吃饭了，怎么又在看啊？有时间出去找找工作，天天这样闲着也不行啊。孩子，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现在对象也没有一个，工作你又找不到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出去吃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哎，下次进来敲门啊。好吧，你赶快点儿。我叫孙小丽，我是广东国际大学酒店管理本科毕业生。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学校？我们公司决定聘用你，但是新人嘛，要有最好的培训。不过我们公司是国际连锁大酒店，这个培训就是从最底层做起。可以做我们客房部的服务员啊。OK 吗？那我能回去考虑一下吗？我们大酒店在斐济岛刚建了一个度假村。斐济，我想聘请你去干那个餐饮部的副经理，怎么样？请问远吗？不远不远，坐飞机过澳大利亚就是了。好。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斐济这个地方。对呀，就这个职位还说得过去，不是这么远，地图都放大好几倍了都找不到。哎，我也想慢慢找啊，可是家里人天天唠叨，快烦死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一刻我还真想去，就去飞机，走得越远越好，谁也找不到。不见了，你还好吧？对呀，我很好啊。哎，我们好像小学之后就没再见过了吧？啊，是啊是啊。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坐，你有空吗？有空有空，走吧。行。真的？你现在做演员了？哇，你好棒啊，大明星。哎，你都拍过什么呀？哎，有《盛夏晚阳天》《白发魔女》哎，《大宅门》《圆月弯刀》等等。八十多部吧。哇，这么多啊。哎，你说的那些全都在电视上播过啊？啊，就是前一阵那个《盛夏晚阳天》，我之前还有追呢。我记得最后那几集，我天天看他在那儿哭。哎，你，可是你做哪个角色？我怎么没什么印象啊？我演第十四集那个男主角出门被绑架的坏人，就是我演的。坏人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是不是那个男主角后来走了，然后女主角出现，然后他们两个一块打败了那个？对对对对对，两集戏。哎，哪个是你做主角的？我一定要捧捧场。不好意思，还在努力中。具体现在来说，我是一个特约演员，但我相信我迟早会做主角的。再说我现在忙得很，逢年过节都不一定有时间回家。这次回来也是为了买房子，所以才遇到你，这真是缘分呐。真的？你现在这么忙啊？肯定变成大富婆了吧？还行还行，不要老说我了，你呢？哎，别提我了，毕了业之后到处找工作，找了半年了都找不着，快变游民了。哎，就之前有说有一部电影要在这儿要拍的吗？我差点去应聘做演员呢。哎，你是不是说真的？干嘛？我帮你介绍呀。我们现在可缺像我这样的特约演员了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可以的。是不是啊？你相信我，可以的，真的。一次，三二一，开始。
么国民党里有个女的呢？是这样的啊，咱们的群众演员就是不够，然后呢，我就那个让他来替一下啊。你看我给他放在后面行吗？都是放后面呢，不放后面放哪里啊？去去去，再来，二次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你的帽子怎么样的？导演，晒了一整天了，我怕晒出斑来。风雷，风雷，把它忘掉，把它忘掉！怎么搞啊你啊？走开！啊，走开了，不用你了，走开了。小丽，哎，张云。我那边刚拍完就过来了，你先忍一忍啊。本来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特约演员的角色呢，他们给换人了啊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种机会下次很快就有的，你就先演着，就当是取取经验吧，对不对？其实累积经验没问题，但是当着这么多人让人骂真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乖啊。你掉的纸巾啊、哦，谢谢，不用谢。嗯，哎，喝点水吧。啊，谢谢啊。谢谢你啊，其实我真渴了，但我不敢去买，我怕他们突然拍我。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其实我朋友在拍别的组。哦。本来我来这儿是想做特约演员的，但来了之后突然情况有变，就临时在这个组做一下群众演员。没关系，吸取一下经验。哦，是这样。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因为我经常来这里拍戏，已经很熟了。千万别客气啊。啊。好啊好啊，谢谢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要开饭的时候别忘了拿饭。好，好的。好，拜拜。一次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你干嘛？你倒啊！导演，我想演得自然点儿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倒就可以了。重新来，重新来。二次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啊！啊！看，你要怎样啊，大姐啊？导演，有虫子。虫子怎样了？云上不就好了？换掉，换掉，受不了了，把它给我换了，不用了。还是家里好，妈，我想喝你煲的汤，你煲好了寄给我吧。哎，我知道不能寄。说说而已，我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哎，妈，我有电话来，可能有工作找我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小鹏啊，怎么了？哎，群众演员不容易吧？我看你今天挺难过的。现在好多了吧？没事儿，
谢谢你啊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朋友帮你找的特约演员角色找到了吗？哎，别提了，现在也没有啊，一等就等了半个多月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。对呀，这样等也不是办法。其实你有没有兴趣做演员助理，收入稳定一些，也比干等着强啊。演员助理？对啊，反正也要等，做助理还能认识很多人，又能看到演员天天演戏，这样的话你机会就更多一些。可是我不会照顾人啊。哎，什么都可以学，而且不是每个演员都需要那么多照顾的，最多有的拿拿凳子打打伞。哎，对了，我们组有一个女主角现在正在找另一个助理，你考虑一下，行的话我帮你问一下。我考虑一下。好，拿拿凳子，然后呢再给她准备下一场的剧本，这样呢就好多了。莹莹姐，我帮你介绍的助理过来了。莹莹姐你好。你好，小青会叫你做什么的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嗯，你休息一下啦。小丽啊，小星感冒病咗啊，我叫休息几日，你帮我拎住啲嘢先啦。哦，好的。莹莹姐，我们那边准备好了，可以了。好。嗯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啊，户口本不是一直在我床下面左边那个箱子里吗？我在工作呀。 okay, 不能大声、在我床下面那个左边的那个箱子里、左边那个。小丽，拿剧本给我啊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来了来了，莹姐，能不能专心点啊？好的，知道了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啊。嗯，小丽，我剧本啊！啊，来了来了！对不起对不起，英姐。我开工的时候你望住要啲咩嘛？挂住喺度玩电话。自己太不适合做助理了，我老是犯错。前几天开工的时候，我打了电话，莹莹姐叫了我好几次，我都听不见。昨天早上起不来，忘了叫她起床了，整个剧组的人就等她一个。还有，我今天忘了给他安排中午饭了。他一直盼到下午3点钟都饿着肚子。哎，我实在太笨了，我太不适合做助理了。慢慢习惯就好了。你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照顾你，一下子去照顾别人，肯定是不习惯的。不习惯是肯定的。但突然让我负这么大的责任，我好大压力啊。我现在觉得以前真的太幸福了，不对，是太受保护了。以前一切一切什么事都是家里人安排好，等进入社会又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成，我要是有下一代，我一定把他送到少林寺，让他好好吃吃苦才行。少林寺？你想得太远了吧？再说干嘛非要送到少林寺啊？就少林寺啊。少林寺少林寺就少林寺。好好，来干杯。
收获。要是还要忍受冬天的寂寞，眼前有多少选择，有多少诱惑，诱惑很多，不过是枷锁。我们流浪每个繁华的角落，要是停泊只是短暂的经过，太多嘈杂的广播充斥着耳朵，梦想丰硕。我又睡过头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去接你。莹莹姐，小丽啊，你开工成个几礼拜噶啦，有一半时间你起唔到身噶。你知唔知现场有几多人等紧我开工咧？我哋呢行啊，守时系最基本嘅，你连咁基本嘅嘢都做唔到，不如你转行啦。对不起，莹莹姐，我以后真的不会了。快啲啦，你哋，我个头要升机落嘅啫。怎么办呀？唉，孙小丽，孙小丽，你怎么这么笨呀？这么笨呀？系啊，我都想拍啊，呢个机会等咗好耐噶啦。我都觉得好好，形象健康，又系大牌子，仲可以帮你打入国际市场添。只不过个日本 PR 啲英文真系麻麻地，沟通咗几次都沟通唔到，而家都唔知点算。咁公司冇人识日文嘅咩？冇啊，就系冇人识咯。呢啲生意嚟噶嘛，唔可以求其揾个外人倾噶。咁点啊？啊，嚟嚟嚟，又打嚟啦。Hello, Takashi-san.Yeah, this is Madonna. Yeah. Is there any update for your job? What? 莹莹姐，你介不介意我听一下？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进修日文的。你要是信任我的话。Sorry, Madonna, 喂，过来啊，过来啊。Please wait. 俾佢试下，俾佢试啊。Okay.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イギリスのマネージャーのアシスタントです。日本語で。耶！今次呢個廣告傾得成，小麗你功勞最大。如果唔係小麗識日文啊，呢個廣告機會一定唔大啦。係咧，小麗，你除咗識日文同埋廣東話之外，你仲識咩啊？嗯，其實我仲識英文、法文同埋少少韓文。你好厉害啊，直头是前途无限啦。谢谢莹莹姐，谢谢吴姐，其实这些都是我的兴趣而已。嗱，小丽，你今次会得到广告收益的2%，唔好睇少呢个数啊，对你嚟讲大数目嚟噶。我虽然咧你只是帮我哋做翻译，不过全靠你单生意先倾得成咋，呢个咧你应得嘅。吴姐交给我们加拿大的工作谈得差不多了，犀利喎！冇谂过你倾生意进步得咁快啊，俾心机。谢谢莹莹姐。哎，啊，我过去听个电话，好像是那个韩国电影公司打过来的。加油！嗯。여보세요？네，어디가세요？想一想。
气就改变情绪，别随便失望。放不放，放开所有框框，为自己许愿，为世界闪亮。平凡却不一样，勇往直前，机会从不太慢。别回头看，要理想，不要抱怨。简单的愿望，不简单，像水隐藏的倔强。偶尔受伤，再次穿上高跟鞋再装，成长的翅膀，别彷徨，要你的全别慌乱，眼神绽放，将你机关闪闪泪光，把我滋养。Let's change all your new world， 看一看，失落一秒，过去就变成感想，时间里疗伤。